因为是想上来，对，我就拍来，就讲白天没啥跟他们说。我那时候白天还没看到人呀，啥呀不兄弟，张什么他妈张什么都不喊那个人钱了呢？一路都没有报，俺这边俺喊啊，当晚的报俺土，俺土的人，老板哈都得一路转，俺咋个转？俺家两茬。搞了水田都没事了，现在也种菜吧，弄成忙了嘛。那种菜都比那啥的还难吃，吃完就没办法，我们就多那种老公了。一种菜头发大要正派的。我先问你，当你大没？俺过了六天。我这三天要上不一条嘞，我那条也不多，就。